是爱时而真无奈，是谁暗中悄安排，有情你忽然变无情，忧愁的转眼又相爱，也不枉着猴头一番修行，总算是站住了山头，成就了大业。是，太后说的是。奴才多句嘴儿，这孙猴子怎么成的事儿，奴才就只能听了戏文奏了。可这杨猴子要没老佛爷这双手捧着，甭说花果山了，就是天桥那巴掌大的地方，也轮不上他露上一脸啊。这畅音阁里外里的就听你这张游走了。太后说的是，奴才除了对主子的这颗忠心，还真就剩下这张游嘴了。
后你请。找羊猴子，那猴子，就要驾着跟头云远走高飞了。哦，怎么讲？回太后，听说他要跟三庆班去上海了。哼，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他杨月楼去上海干嘛？许是三庆班的程长庚想让他到上海闯闯牌子。多余。太后要是想看他的戏，奴才叫人把他招回来。算了吧，就让这只猴子在那边折腾折腾，看看他到底能有多大的出息。杨月楼文武双全，一出长坂坡已经红遍北京，连太后都称赞不已，此去上海必是大吉大利。那可不一定，我还记得上回太后说杨月楼不知天高地厚，弄不好会捅娄子。我看呢，瞧你们俩巧唇俐齿的，咱们呀不如掷个骰子，看看他命运到底如何。燕珠姑娘，三庆班的杨月楼到上海来了。杨月楼，我怎么不知道？听说他长进宫给西太后唱戏，把西太后都给迷住了，这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闯码头，能不能站住脚就看他的本事了。杨月楼，凭你燕珠姑娘的机灵，她休想抢了咱们紫薇驿馆在本地的头牌。
鞋子，哎，妈妈买的。听说来了个杨月楼啊，这块码头要地震了啊？他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常天林今天倒想领教领教。哎，先别吵嘛，杨月楼就要出场了。你看看人本事再说话了。是啊，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是杨月楼的干儿子，你还是他雇来的走狗吗？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好小子，你也不看看你唐二爷是谁？嗯，告诉你，今天我非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打他！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干什么？二爷，我打！二爷，太不讲理了！别跟我打！一般见识！哎呦，哎呦，你给消消气儿啊！滚，哎，你妈的！诸位，诸位，你们，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杨老板出场啦！在我龙兴戏楼啊，杨老板，慧雅戏院请您出场，您老人家务必首选呢。对对对对，这出场的事嘛，由程老板来做主。哎，那还不是杨老板一句话吗？是是 是, 是，我们丹桂戏院。你放明白点，三庆班的事情，程老板说了算，没我杨月楼说话的份儿。那是当然，当然。杨老板果然义气啊，真有燕赵壮士之风。啊，是是是，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请，谢谢啊，请请请。啊，这位是本府首富，洋行买办刘仁轩刘先生。哦，久仰了，幸会幸会。刘先生做东为月楼接风，真是不胜荣幸啊。啊，请请请请请请。承蒙上海各位老板的厚爱，我杨月楼在上海有了面子。多谢大家了，既然既然你哪里，多谢大家了。哟，我是各位爷呀，别光顾了说话呀。来来来，杨老板，先把这杯酒喝了。对对对对对对，来喝。好，
这样吧，我先干为敬。好，杨老板，行行行，等一下，紫薇医馆的江燕珠江小姐还没有到，是不是等一等？江燕珠，她是什么人呢？啊，她是上海大牌的女先生。杨老板该结识结识，一睹芳容。是。哎，阿秋姑娘，她没说不来吧？倒是没说，不过她哪回不晚到个个把钟头的？杨老板，来。得了。他就是天仙，咱们也不等了。对对对，杨老板，杨老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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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输了！别喝！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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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八匹马呀，三个，哎呀！喝酒，喝酒，喝喝喝！来了，哎，喝，喝酒，喝酒，喝酒！好，哎呀，我推一个，推一个。好热闹啊，像谁要得罪你似的，一脸不高兴。别这么说，倒是有点累呢。见着这么漂亮的武生，也不能提提精神。阿秀姐，你别拿我开心。哎呦，看你说的，我哪敢呢？自从你挂了头牌，就是借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呢。你别这么说，你是我姐，什么时候都是我姐。那你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认识那个杨月楼啊？我去把他叫来。别，千万别。这杨先生那个，走开，走开！姐啊，杨老板，这位就是大名鼎鼎从京城来的杨月楼吗？都喝成这样子了，还逞什么英雄？三庆班的老板，你不管管？你算哪儿的？你管得着吗？你二荣。这位小姐说得对，二荣啊，主人，快把你们师哥送回去。哎，要不然，咱们跟过去看看热闹。不必，我和小侯爷有约，麻烦你回驿馆跟冯妈说一声。来了，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这边这边，大师哥，这边就是大师哥，走，大师哥，哎呦呦，咱们改天再喝，好，哎呀，先回去吧，睡觉去吧，睡睡吧。师父。师父，小英子，快起来，快起来，啊，快起来！小英子，想不到在上海能碰见你呀、啊！哎，
十多年了，真不容易啊。我身不由己，不能久留，明天我打发人来跟他相约。师父请多保重。哎，我说师父，哎呀，哎呀，成了吧。哎呀，石老板，这个事儿咱们得说说吧。是啊，石老板。啊，各位老板。哎呀，石老板，石老板，哎呀，找你多时了啊。哎，我说程老板，咱可是有言在先啊。这三庆班一到上海，我龙庆楼先包一个月。笑话！哎，我这就是程老板的亲笔信，讲好在上海出演三个月，我们汇演包定两个月，是不是？你看，这还有信呢，对吧？啊！你动口不动手，信我的，你们怎么抢人家信呢？你别打，我的信抢信。我告诉你，让一帮杨老板给我称兄道弟的。别，你信我？你干嘛干嘛？别，干什么呢你？信撕了你再。哎，这是我的。别打了，别打了，你给我，别打了。不是，我这信在他那呢。再打我告官了。什么事儿这叫？老板，干什么？我说了，就没有了。哎呀，我说好了再说，商量商量。哎，阿秀，江运珠呢？运珠，运珠没回来吗？哎呦，我怎么不知道啊？哎，怕是上了三庆班的车了吧？哎，阿秀，你可别这么说，燕珠她不会那么笨吧？哎呦，我的冯妈妈，你管那叫笨呢？哼，你可没看见那个杨月楼有多招人呢？哎，不信你可以问问咱们姑娘们呀、啊、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呀，我阿秀立刻改名叫阿臭。哎，哎，阿秀，这么说江燕珠真的跟杨月楼走了？我可没这么说。不过要真像您所想的那样，哎，你说这杨月楼喝得酩酊大醉，举止失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哎，咱们这紫薇驿馆卖艺不卖身的名声倒在其次啊。你说咱们那位小侯爷的心肝宝贝就怎么样了？哎呦，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回来我可揪着心呢。我从哪儿回来呀？刚才我可一直在门口听着呢。冯妈妈，您还真上心呢、啊。我跟阿秀姐其实跟您逗着玩呢，是不是阿秀姐？是啊是啊，瞧你这人就是会说话，要不然怎么把那侯爷迷得五迷三道的呢？我总觉得这次杨玉楼进上海如同夜猫子进宅，不会有什么好事。反正我心里不舒服。二爷，阿秀，哎，你们听说了吗？对面那个丹桂戏院的老板张孝先带着七八个戏院的老板连夜到三庆班的驻地去抢杨月楼了。我看呐，弄不好就得出乱子。一出了乱子，我就来他个浑水摸鱼。瞎说！哎，阿秀啊。到时候准有咱们的好处，等我有了钱，我一定从这儿把你赎出去。规矩点，说过多少次了，我的二爷。规矩规矩，再规矩那美人都让杨月楼抢跑了。阿秀，哎，唐天灵啊，到点就走，别坏了我驿馆的名声，你听见没有？哎呀，我听见了。阿秀，阿秀。不听得老娘亲，来至帐外。行了行了啊，夫人，你这两嗓子把老娘亲吼走了，小娘子我也快受不了了。莲子汤，喝了吧啊。哎，你再听我唱上一句，我再喝啊。那你别喝了。我喝，我喝，我喝。
真香啊！宝台大人，哎，万庭啊，大人，上海20多个茶楼戏院为争杨月楼闹得不可开交。哦，上海县已经正式呈报松江知府，租界的会审公堂正式受理了这个案子，看样子事情要越闹越大呀。意料之中啊，哼，意料之中。这杨月楼何许人也？能看上他一场挑滑车、安天会？哎，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呀！啊，那是啊，那是。哎，万庭啊，定下来在哪场子演，可千万别错过机会啊！哎，夫人意下如何呀？正中下怀，听说这个杨月楼一表人才，我也想开开眼呢。哎，哎，万庭，可千万别错过机会啊！行，别落了空。哎哎哎。哟，刘先生，哎呀，我知道您的规矩，请安，免了吧，我跟您握握手。好，请坐。杨月楼的事拿下来了吗？一会儿到了租界，在会审公堂就见分晓了。嗯，这就好办了，洋人只认钱。您倒是给个价啊。月包银2000。太高了吧。杨月楼值得。哦，杨老板就在院里，啊，哦，在那儿呢，去吧。哦，杨老板，杨老板，你的信。啊。哎，这万事得有个先来后到，我们龙兴戏楼已经跟三庆班订了1个月合同了，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你拿出字据来呀、啊。空口无凭，是不是？不是，你只有信。诸位老板，咱们这样争下去没一个完，咱们得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嗯，依我看呢，不如干脆把杨月楼请来，让他本人当场敲定。昨天我喝得烂醉如泥，多有得罪啊。哎，各位老板，以小的之见，不如请个算命先生来，到各家茶楼戏院去测测风水，
此事只好听天由命了。我说这个事情对，我们为了一个杨月楼争到了会审公堂，我看呐，不如按洋人的办法，哎，哪个园子出钱多，杨月楼就归哪个园子。我同意，这是个好主意。我也赞成。既然如此，就这样了断此事。我出月包银500，我出月包银800，我出月包银900，我出月包银1000，我出月包银1200。太耍猴了啊！各位老爷太太，大哥大婶儿，哎，人前好，有钱您帮个前场，没钱您帮个人场啊！哎，来一个小好，嘿，哎，给位这位大娘行个礼，哎，再行一个，再行一个。嘿，这猴跟我较劲是不是？啊！我揍死你！我打死你！气死我了！你！哎，行了！哎，都不容易嘛！哎，这大爷，这他跟我较劲，他不争气，我还靠他糊口呢！你说我这。哎呦，大爷，哎得，谢谢您了，哎呦，哎呀，谢谢您，哎呀，真不好意思，您看这怎么说呢？这些年来跟着师傅一板一眼的，哎，从来也不敢偷懒啊，算是没给三千班丢人呐。如今名气大了，早把我小英子给忘了吧。哎，要说忘，我忘了谁？也不敢忘了你小英子呀。啊，记得师父那个时候常说嘛，小英子是个好孩子呀。过了十多年了，人都会变，你见我第一句话没有说错，我变了，变老了，变丑了。哎，瞧你都糊出些什么呀。那你怎么不问问，这12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是不是个好人？我还是不是你当年的小英子？你说话呀！不，我知道，好人就是好人，是不会变坏的。小英子就是小英子。也是不会变坏的，英子，跟我回三井班去吧，回北京城去，啊！当初梨园行有个规矩，不许收女徒弟，师父没有办法，才送你离开京城的。哎，如今师父又破了这个规矩，又收了小笛子，依我之见，你不如跟我回去，啊！跟我来。小英子，你这是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啊？就是这儿。紫薇驿馆。小英子，你什么都别说了，跟我走。你不该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我都不是3岁的小孩子，我再也不是你的小英子了。不，你不要胡说，你不要胡说。过来，不，
告诉他我病了。不行，侯爷他已经来了。小燕子，咱们到那边去吧。哎，别走啊！你是杨月楼？哦，京城来的戏子。侯爷，杨老板是我小时候在京都一块学戏的大师哥，十多年没见了。嗯，久闻大名啊，杨老板初到上海就弄得满城风雨。今天会审公堂开庭，为各戏院调解纠纷，连洋人都出面了。啊，小燕子，那咱们走吧。大哥，我陪你一上午了，侯爷约我为他唱曲在先，就是侯爷不计较，我也不能太过分了。什么时候侯爷高兴，邀请杨老板一起到紫薇驿馆来点唱，我江燕珠一定拿出绝活来。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不来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小英子都好吧？他带我去了趟驿馆啊，紫薇驿馆。快来，吴生太楼，哎，杨月楼，杨先生，哎呀，你看，我杨月楼，哎，这是，杨老板。杨月楼，他演的是不是就是我在法兰西听说的北京歌剧吧？那叫京戏。哦，京戏。在巴黎我看过莫里埃的喜剧，有意思极了。这大清国的京戏怎么样？我倒是想看看去。好看吗？好看是好看，不过眼下北京城里女流是不准进戏园子的，他们都是坐在马车里听戏。为什么？今非昔比了。二叔。嫂子，
侄女儿，现在在上海这个规矩啊早就破了。呀，说是这么说，可女子进戏园子还是要有人讲闲话的。我才不怕。二叔，哪天有杨月楼的戏，我堂碧玉偏要看看去。等你父亲从苏州回来再说吧。看个戏也要等我爸回来。二叔，你带我去。好，就凭我侄女这身扮相啊，一进戏园子肯定满堂彩啊，一定轰动上海滩啊。天灵啊，你也知道我们母女俩的身份，这在上海县太招摇了，我是怕海灵在苏州的家里做难呢。哎，嫂子，你想的也太多了啊！我大哥在上海安的这个家，苏州那边从来不说什么啊。你看这边的事情都是由您来做主，我看这就行了啊。您慢走。哎，好。哟，侯爷。哟，侯爷来了，里边请。侯爷来了，里边请。哎呦，我说侯爷你可来了，快看吧，对面都烦恼翻天了，这不成心跟那燕珠小姐过不去吗？他闹他的，关小姐什么事儿啊？给我上街上买份今天的报纸。是。是侯爷啊，进来吧。True.
Thank you.